这天早晨呢，就6点多钟呢，就突然呢来了一伙人，就把我家的这院门给那个砸碎了，啊，冲了进来，就拆我家的这个房子，据我家的这个房图。那我问他们，你们有什么法律文书吗？拆房子，他们说没有。那就当时拆房子人一看，我确实拿的是这个法律文书，我爱人也确实是这儿的产权人。我说我家哥六个全都在这儿写着呢，那么他们就停手不干了。但是呢，警察不干。常的是找我，啊，说我们怎么去才能告得赢什么的，因为这很正常，因为你，你公检法的这个官员呢，违法了，你侵犯老百姓的权利，你就应该及时纠正，纠正了，他不是就不告状了吗？可是你越不纠正，他越来告状，对吧？是你导致的这个社会不稳定，并不是说这个受害人。就在这种困难的时期呢，我们一些维权的朋友呢来给了我更多的鼓励，还有各界朋友给了我更多的帮助，所以呢我们才能活着。还要继续我们的这种正当行为，还要继续维权嘛，然后呢维护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尊严，全靠我们这些人啊，我们不能放弃